接下来看的是蔡英文总统出访非洲的友邦国家斯瓦蒂尼，我们和斯瓦蒂尼的国王做会来见证台湾跟斯瓦蒂尼签署三项合作的文件。啊，这总统的交演典馆，我们来约束，我们来修改非洲计划。唔忙未来咱国的元首出访去非洲的时阵，那去斯瓦蒂尼也可以当去其他的国家。飞机飞十四点钟了，总统蔡英文的专机来到非洲的友邦斯瓦蒂尼，祖国以仪队礼宾一个传统舞蹈仪式欢迎，台湾的侨胞也热情一着国旗欢迎。总统党的行程排正满，各位了是会见祖国的国王恩斯瓦蒂三世，并且共同见证两国签三项合作备忘录，包括妇女创业基金、由高雄市长陈其迈签署的姊妹之协定，一个。最近合作在苏国去建立导游组，深化彼此的交流。Enjoy the friendship that you offered to us, and I hope this friendship will continue and deepe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 forever. We are very happy to see you here, away from home. All one can say is that we really appreciate.The suppo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very time we meet, it gets stronger and stronger. 祖国国王也讲，台湾就敢那是伊的家乡同款，得到满场的捧声。伫交前，有要甲300位侨胞自非洲各地过来，当面向蔡总统建议，希望2018年所提出的非洲计划会当搁再升级。蔡总统当场讲，回国了会赶紧修改成这2.0的版本。非洲是我们未来要共同努力的地方，那不论我有没有做总统，我都会为这个付出一份心力。蔡总统也期待台非各领域的活动会当更加进一步，或后回台湾的总统来非洲访问时阵，唔那是拜访斯瓦蒂尼，一个能够其他国家。记者综合报道。